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06页，从第一行看起。叹彼佛名啊，请看经文。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前面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啊，接着我们看注解。这第二段，二赞佛号功德，闻佛甚得名，弥陀本愿，从第18到27，这一共十愿，18深念必生，19闻名发心，20临终戒言，21回顾得生，22过无女人，23厌女转男，24莲花化身，25天人离境，26文明得福，27修殊胜恨。那么这是十种啊，一共十愿。又从第44到48共五愿，44普等三昧，45定中供佛，46获陀罗尼，47闻名得人，48现真不退啊。那么这五种愿，五愿愿愿皆因闻佛名号，永离诸恶苦，终得究竟乐啊。列入闻名得福啊，闻名发心，刚才我们念了
文明的人。这几句话的意思很深，念老提醒我们，让我们认识清楚，没有怀疑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上面一共说了十五种十五愿，四十八愿，十五愿里头愿愿都跟名号有关系啊，所以弥陀名号的功德有多大，有多深，有多广，实实在在说是说不尽的，无法陈述。什么人念着阿弥陀佛名呢？在整个宇宙里头，过去、现在、未来，不是第一等福报，他不能念的。为什么不能念？他有业障啊，障碍住他。他有习气。烦恼深重，这一句名号他念不下去所以有这个地方我们就能想到，确实有不少乡下偏僻地方寺院庵堂都有一些念佛的阿公阿婆，他们甚至又不认识字，一天到晚只知道念阿弥陀佛，痴痴呆呆的，你靠近问他，他都是阿弥陀佛，除了一句阿弥陀佛，好像他什么话都不会讲。这种人往往是一般人认为他迷信到极处了殊不知这一节经文念老给我们说清楚说明白了，这是世出世间第一等有福报的人我曾经问过一个法师，他是内地一个寺庙的住持，你们寺庙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有总有那么四五个。我就告诉他，这样的人我们要礼敬，要称赞，不可以怠慢。为什么？寺庙周围有这些阿公阿婆，你们这个地方平安啊，你们这个地方有福啊。福从哪里来？这些念佛人真正有福。谁知道？佛知道，菩萨知道，罗汉知道，天人知道，也有些鬼神知道，就是人不知道，而且就是住在旁边附近的人不知道，甚至于住在他隔壁不知道沾他的光，得他的福，不知道这些阿公阿婆他不愿意别人知道的，一米麻烦，
一句佛号念到底，痴痴呆呆的啊，这几个人诸位须留意，将来必定自在往生。他往生没障碍啊，他念佛功夫到家了，没人能相比。那真的是永离诸恶苦，终得究竟路。得究竟路，往生到极乐世界，得究竟路。我们能够理解，现前得究竟路，我们不知道。现前这些人很可怜呐、啊，跟乞丐一样啊。他怎么会有究竟路？我们没有入他的境界，不知道。入他境界就知道了。他一天到晚24小时。他没有烦恼，他没有忧虑，他没有牵挂，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你说他乐不乐？我们能想到这个地方，才真正懂得他是究竟乐。我们在旁边看到他苦啊，在社会上年老了，没有人照顾，啊，没有好的生活环境，在寺庙门口、寺庙附近，啊，你看着坐在那个地方，念阿弥陀佛，你问他啊，痴痴呆呆的，问他，他回答你阿弥陀佛，问什么都是阿弥陀佛。我的眼目当中，那是佛菩萨实现的。什么叫老实念佛？什么叫万缘放下？你看他万缘放下了，老实念佛，他在这做榜样给我们看。这个世间事全放下了，好像与他不相干。他只会念佛，啊，这个卦符里头举几个例子，列入文明的福，文明发心，文明的人。啊，这三句里面，前面两句容易懂。啊，文明的福，这个福得在阿赖耶里头，阿赖耶落下佛名号的种子，不定什么时候有因缘。这个种子起作用，起作用是什么呢？你也念阿弥陀佛了，或是有意，或是无意。啊，阿赖耶识里头有佛的种子，没有佛种子，不会有佛的名号冒出来。啊，得福。第二句比第一句的意思深，不但得福，他发心了。发什么心？发求生极乐世界的心。
啊，这当然对象是修净土的同修，常常把佛号忘掉了。啊，看到这些阿公阿婆，手拿着念珠，佛号不间断，把心愿持名提起来了，这文明发心啊，这个心是好心啊，要常常发，把它养成习惯，时时刻刻都发这个心，这一生当中决定的生净土啊，文明的人留着以后再说啊，这三种人，三种人里头有无生法人，这个意思就是说明念佛成佛了。无生法人是什么人？大乘经上常说的七地以上，啊，十地菩萨他第七地，这位置高啊，上面是八地九地十地，再上就是等觉，就成佛了，距离如来果地很近，不远了。啊，所以文明不容易啊，十方众生文明，悉皆安稳，得种种真实之力，是云安稳的大理。这是经文的第二句。这个地方的话，句句都是真实话，没有一个字是骗人的，是假的。啊，十方众生闻佛名号，你怎么会闻佛名号？当然，现在住世的佛菩萨，他为我们介绍啊，讲经教学就是介绍啊，把佛的殊胜名号介绍给你，让你能念的知道称念。啊，得种种真实之理，这里头种种真实之理，所谓真实就是殊胜的善心功德，这个功德保证你往生极乐世界，叫真实啊，没有办法帮助你往生就不叫真实，帮助往生里面无比殊胜的就是佛号不间断。你看阿公阿婆为什么一天到晚佛号不间断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不放松啊，不管你问他什么话，他回你都是阿弥陀佛，好像他除阿弥陀佛之外他不会说话。真感啊，
啊，这叫安稳得大利。世间人得大利不安不稳呢、啊。念佛人得大利是安有稳。啊，这个大利是真正大利。啊，不是世间一切法。真实大利。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成佛去了。啊，这叫大利了。我们往下面看，舍佛大士闻名得业，感恩图报，故广修供养，无有邪眷。啊，这是种种供养中。那么我们看到这些念佛的阿公阿婆，他用什么供养？就用这一句佛号供养。啊，你看到他在念，你听到他在念，念念佛号到我们自己心里去了。这是种种真实之力啊！他在那里跟法师讲经说法有没有两样？没有两样。法师讲经说法是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明白，让你发起信心。幸运之名，这些阿公阿婆呢，他不要讲，他做出榜样，做出来给你看。啊，法师讲经是言教，言语在教人、劝人；这些阿公阿婆是身教，我做出来给你看，身行言教啊。身行那一种功德比言教还要殊胜。啊，如果我们遇到以前不知道啊，现在明白了，那这真修行人，大修行人遇到怎么样，我们对他致敬。怎么致敬？恭恭敬敬站在旁边听他念，念一分钟，念三分钟，念五分钟，再离去。啊，这个时间不长，在这接受熏习，我真正看到了。感恩图报，感谁的恩？感佛的恩。我在这里认真的听，受他的感动啊，这也是报这些念佛阿公阿婆的恩德。他启发我，提醒我，我自己念佛，跟着他一起念。啊，感佛之恩，感菩萨恩，感祖师大德的恩，感现前因缘的恩，故广修供养啊，无有邪眷。
谢是谢怠，倦是疲倦，欢喜供养。啊，一切供养当中，法供养为最，没有比法供养更殊胜。啊，我们站在这些阿公阿婆旁边，念三分钟，念五分钟，就发供养。啊，我们劝导初学的念佛人、修净土的朋友，把这些例子详详细细给他说明，帮助他增长信心，帮助他慢慢悟入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养成一种喜欢念佛心，啊，欢喜，啊，欢喜念佛心，这功德大了，啊，所以种种供养当中，有财供养，有法供养，啊，两种供养都有。普贤行愿品曰：行愿品里面说的，诸供养中啊，法供养最。所谓如设修行供养，啊，这下面列举了几个如设修行。经上怎么说，我们就怎样做，这就是如说修行。要听经，不能听谣言。啊，这个几十年来，我在国内外见到很多有附体的，常见的。有扶鸾的，有卜卦的，还有做梦的，啊，我见的很多。啊，有些传递佛菩萨开示，有些传递是灾难的预言。能不能相信？不能相信。我在初学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老师张家大师，有一次我向他老人家请教关于扶鸾。小时候我住在福建啊，建瓯。福建扶鸾的风气非常兴盛，每一家祖宗牌位的上面都挂着这个扶鸾用的这些道具啊，有问题疑难杂症问题来的时候，就把它请下来，铺上沙盘，这个栏就可以写字。啊，我们那时候上小学，十一二岁的时候，啊，看到这个很奇怪，我们站在旁边看沙盘里面写的字，我们都认识。规规矩矩，公公正正的，啊，谁来扶呢？都是在街上临时找来的。那个时候是黄包车夫、苦力，啊，挑水的、卖柴的，都是不认识字，干这些粗活，生活非常辛苦，把他们请来。让他们把工作放下来，来扶鸾。
大概也供养一点红包给他。啊，他也很乐意。啊，真不认识字。没有灵赋的时候，他不会写字。啊，写的挺好的。我们看到很多相信啊，要不然他怎么写出来？可是我学佛那个时候在台湾，台湾也有暖坛，有同学带我去看，我就看了，他是一个人扶，叫乩童啊，别人扶不出来，只有乩童。佛鸾说那个速度之快啊，像些草书一样，我们在旁边看了一个钟点，一个字也都不认识，这个我就不相信，很难叫我相信。我把这个事情向张家大师禀报，大师就告诉我这有灵鬼附在这个轮胎上，不是佛，不是菩萨啊，就告诉我满清的亡国就亡在轮胎上，慈禧太后相信着，遇到疑难杂症都请教祭坛啊，依教奉行，到最后亡国了。你找谁？你找不到他，他走了，你没办法追究他，他不负责任，吃亏上当的是慈禧太后啊。慈禧太后之前，那个时候满清政府历代的帝王有疑难问题的时候，都召集他的大臣，尤其是儒释道三家的学者啊，我们一般讲高僧大德了，向他们请教啊，只有慈禧太后把这个制度废除了。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是驾急赴乱啊，所以这一类还有附体啊，做梦很多。啊，能不能相信？不能相信。有智慧可以参考。有些他说的有道理。有些说的没有道理，决定不能全听，少份可以做参考资料，不能完全相信的。在今天这个时代，这种事情到处都发生。学佛，佛是智慧呀。这不是智慧，一定要认识清楚啊。那么这些遇到了，最好不要接触，离开，不要去看热闹啊，不受他干扰，这就对了啊。释迦牟尼佛往生的时候，灭度的时候，
对后世学生弟子们教导的，是教给我们佛不在世之后，第一个，一法不一人，法是经典，经是佛说的，经典注解都是祖师大德所说的，没错，一法不一人，一义不一语，啊，一佛讲经的大意意思，啊，不以语言，语言文字不重要，内容重要。这很要紧啊！啊，叫我们一了义，不一不了义。什么叫了义？真正能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的，这叫了义。啊，未必能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证得无上菩提，那就是不了义。所以要一了义，不一不了义，最后一知不一识。啊，智是智慧，要有智慧去判断、去认识，不能感情用事。啊，不能被这些妖魔鬼怪迷了，那就坏了。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这一类，我是年轻的时候好奇，啊，张家老人详细告诉我，啊，明了这些真相，不受他干扰，啊，这一类事情很多，外国都有。啊，所以这就是如说修行供养，我们要把学习的东西现在讲做分享给大众报告，啊，做分享，大家都得佛法殊胜的利益，啊，修行是供养里面非常殊胜的，我真干啊，这是报佛恩，真正报佛恩，真是供养啊。下面利益众生供养，利益众生最重要的法布施啊，欢喜为别人演说，自己做个好榜样给大家看，这个重要啊！要把佛经上所说的变成我们的生活，变成我们的思想，变成我们的行为，这真重要啊！摄受众生供养，摄受有四学法，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是宗教团结啊，宗教与宗教之间要互相往来，用什么方法？我们就用四种摄受的方法，佛教的啊，我在1999年在新加坡
把新加坡九大宗教团结成一家人，做得非常成功。啊，那时候挺热闹的，每天都有活动，有九个宗教啊。啊，每一个宗教活动，我们大家都去参加，都去庄严道场。啊，九个宗教你都看到，都派代表去参加。啊，那个时候，新加坡有一位高级部长，曾思生先生。啊，他来访问我，问我你用什么方法把宗教团结起来。新加坡的宗教联谊会50年前就成立，我去的时候是第50年，每年只有过年，这些宗教的领导人大家再次吃一餐饭，然后就没有任何活动啊，就个个不相往来了。啊，我在新加坡住的时候，把这些宗教团结，每个星期都有往来，天天都有往来。啊，宗教真的变成一家人。啊，不仅是宗教这些神职人员，我们是一家人。信徒跟信徒之间也往来。有助于社会安定，有助于社会的和谐，所以政府非常欢喜。啊，部长问我你用什么方法，我说我没有方法，释迦牟尼佛有方法。他很惊讶，释迦牟尼佛什么方法？四摄法，四种摄受众生的方法。啊，第一种布施，第二是爱语，第三是力行，第四个是同事。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这八个字。啊，跟不同宗教往来，不同族群往来，就变成一家人。这个布施跟六度里面的布施意思不一样。六度布施是放下悭贪，目的是这个。这个布施不是的，这个布施是请客，你要跟他们大家都往来，要常常请客，要常常送礼，是这个意思，就人情啊。啊，所以我团结佛就是九个宗教，在新加坡。第一次去拜访啊，李牧原居士帮助我接洽，约定时间之后我们一同去拜访啊，拜访送一个大红包啊，新加坡币10万块。那送给他干什么呢？每一个宗教都有慈善机构啊，有些办医院，有些办老人院、幼儿园，啊，有些办学校，啊，多半是职业学校，帮助一些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到那边去受训，训练成功之后，他们负责介绍工作，这些事业都是好事业，我们。帮助他啊，所以我们一共用了100万新加坡币。新加坡九个宗教就变成一家人，好啊！啊，爱语不是甜言蜜语，真正对他爱护他们，这种言语就是。我们接触谈话的内容啊，是出自于真诚帮助他们，
发展，帮助大家团结，带给社会安定和谐，化解一切冲突，多欢喜啊！啊，力行行使我们的行为，日常生活行为，决定对他有利益，没有损害。啊，宗教与宗教之间最怕的是拉信徒。啊，不可以。啊，决定不批评，我们只有赞叹，没有批评。啊，只有劝告，啊，没有拉信徒。欢，我们有活动，欢迎你来参加。啊，绝不是叫你放弃那个宗教来信我的宗教，这个不可以。啊，同事，我们所做的事业是共同的利益，对宗教有帮助。啊，对每个宗教都有帮助，对社会有帮助。啊，对国家有帮助。政府欢喜啊！啊，这是摄受众生供养。啊，下面带众生苦供养，活在这个世界苦啊！如果我们要怕苦，就不来了。那我们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众生受苦受难，我也受苦受难。他们受苦受难是业力、业报。我这个受苦受难是佛菩萨，大慈大悲，应化在世间。在佛菩萨来说，就是前面所讲的四摄法，摄受众生供养。同事嘛，我们生在同样时代，同样的社会，接受同样的苦难啊，在苦难当中照顾大家，帮助大家减轻苦难，这就对了啊。勤修善根供养，善根能生善法的根。今天根有问题啊，总的来说，中国传统的文化确确实实是一切善法的大根大本啊。中国的大根大本是什么？第一个是孝，第二个是敬，从小把养成孝养父母啊，恭敬长辈啊，弟弟对哥哥要恭敬啊，哥哥比你大，对待年龄比我大的、辈分比我大的啊，要像对老师一样的恭敬。所以敬用老师做代表，孝用父母做代表，知道啊，孝顺父母，知道啊，奉师师长，这两个是根啊。今天问题出来了，根断了啊。好的老师非常感叹，没有学生，学生不肯学，不是老师不教啊，学生不肯学。老师没有办法教他学，所以老师找不到学生。真正想学的人找不到老师啊，学校的老师不教了，
这个事情我遇到了，亲身遇到的。我26岁认识方老师，方东梅先生，他引导我入佛门。他是一位大哲学家啊，在台湾是有名的哲学家。我那时候想学哲学啊，打听他，他是桐城人，桐城是我们的老乡啊。我是安徽庐江人，他是安徽桐城人，我们这两个城距离现在30公里，很近啊。啊，没有人给我介绍啊，我才自己介绍自己。啊，我写了一封信，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他，希望他能答应我，我到学校里面去旁听他的课程，就这么一个愿望。啊，自己试学年早，没念什么书啊，对于学术没有根底，我知道这个东西重要啊，没有机会学习啊，在外面这么多年，年轻的时候要靠自己去劳力啊，赚一点钱维持生活，非常辛苦。啊，方老师回了我一封信，要我星期天到他家里去见面，我们觉得有指望了。啊，星期天到他家拜访他。啊，问了一些家乡的状况，啊，同乡嘛，又问我读书状况，我说初中毕业，他说你有没有骗我？我说不敢骗老师。他说你写的信，写的文章，我们台湾大学学生写不出来，啊，从这里他怀疑。哦，我说我确实是喜欢读书，但是没有在学校。啊，都是自己学，也没有老师指导，所以很困难。啊，技术扎得不深也不稳。啊，老师就告诉我，65年前，现在65年前，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我听的这个话很难过，老师完全拒绝了，我的希望落空了。所以当时自自然然的心里感到很难过，很沮丧。啊，我们沉默了大概10分钟，老师开口说，这样好了，你想学，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时间是上午9点半到11点半，2个小时。每个星期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上2个钟点课。我这个哲学跟他这么学的。啊，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
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那个时候很惊讶，我给老师报告，佛教是宗教，宗教是迷信，哪来的哲学？尤其是佛教，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真神，佛教是多神教、泛神教，凡是这一类的宗教叫低级宗教。那个时候我脑袋里是这些东西啊，他怎么会有这些？老师告诉我，你年轻啊，你不懂啊。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怎么学哲学？要跟最伟大的哲学家学习啊。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如果不是跟方老师学这个，我跟宗教就没缘了，这条路就断掉了啊！那这一生会活得很辛苦啊，哪有今天呢？我这三个老师少一个都不行，都不能成就。啊，所以这个时候，我接受佛教之后，没多久就认识张家大师。所以，佛教的基础，张家大师奠定。我跟他三年，老人圆寂了。啊，他走的那一年，好像是68岁。我认识他，他65岁，我跟他三年。啊，这三年奠定佛法的基础。走了以后，我跟台中李炳南老师跟他10年，所以经书这些都在台中学的。啊，10年。啊，证明了老师一句话，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享受到了，所以对老师的恩德永远不会忘记。啊，师徒如父子啊。啊，老师教我那么长的时间，我没有交一分钱的学费呀。人家补习还交学费的，老师没有收我的学费啊，教得很认真的，很周到 啊，所以师生是个缘分啊。为什么说学校里教学出问题？那就是学生不想学，老师不能教，教了没用处。但是老师又必须上课，为什么？他的生活来源就靠这一点薪资，靠这些钟点费，收入并不丰富。啊，学生不想学。真正教的老师，学生都走了啊，学生都欢迎老师给他们讲故事聊天。考试的时候把题目告诉大家，每个人都很好的分数。所以学生上了大学了，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拿文凭，将来在社会上找好找工作，为这个，老师为生活费用。所以一个不肯学，一个就没办法教，想教没法教。我这一个人想学，还来家里教，那感人呢。那现在65年了，今天的学校怎么样？比从前下坡，没有改进的。啊，学生，中国学校我不知道，外国的大学我上了几堂课。啊，怎么样？学生的兴趣大概只有10分钟，前面10分钟他专注着，做得像个样子，10分钟之后眼睛就窗口就看别的了，心不在焉，那怎么教啊？所以我在学校，我很乐意跟教授们举行座谈会啊，我们来交流讨论一些问题啊。学生我不愿意去上课，我们时间不浪费在那里。现在答案呢，一年比一年困难了啊，所以我想20年之后大学里可能没有教授了。那想学中医怎么学法？可能要用光碟。为什么？教授的水平一落千丈啊！啊，教授的水平下降了，学生的水平当然往下跌落。啊，如果没有教育，没有把人教好，这社会的动乱麻烦可大了。中国老祖宗有智慧，有道德啊，学记上告诉我们，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你做过国家领导人，你想把这个国家办好，第一桩大事就是把学校办好，问题解决啊。我在马来西亚啊，现在这个首相跟我是老朋友啊，纳吉首相，他在当首相没多久跟我认识了，第一句话问我，他说法师，我很想把马来西亚治好，有什么方法啊？我就告诉他，中国古人有言，建国君民，建国是建立政权，君民是领导老百姓，什么最重要？教学为先。我就教他这，你能把教育办好，把人都教好，你什么问题都解决啊。中国5000年的文化到今天还不衰，还没灭亡，靠什么？就靠教育啊。在全世界，外国人研究文化史的人都知道，中国之所以没有能灭亡，完全靠家庭教育。他加了个家庭啊，中国的家庭教育好，但是现在中国家庭教育没有了。中国过去是大家庭，啊，我这一生，我们家庭是大家庭，但是在我出生，家就败了，所以我们家的大家庭我没见过面，没见到。
啊，老家房子没有了，那块地还在。啊，不算太大，大概就两进顶多三进四合院。啊，所以这个家庭不是大家庭。啊，大家庭人口至少200人以上。啊，一般普通家庭300人。家庭兴旺的600-700人。你想想看，这么多人住在一起，要没有规矩打心嘛，那就乱了。所以家有家道，有家规，有家训，有家学，有家风，啊，有家的事业，它是一个社会组织啊。啊，家庭是对内共产的，实行共产主义啊，不是对外的，对内的。啊，一个家，任何人不管从事哪个行业赚的钱，除了你生活之外，都要归公。啊，由家来经营，家多半是买土地、买山林，啊，重视于农耕生产。啊，家是一个人一生的保障。啊，你求学。你有这么大家庭没问题，你的父母没有钱交学费，家给你交学费，与你父母不相干，将来老了退休，家养老，啊，养老是享天伦之乐，中国老人快乐，啊，放下工作了，你说儿孙满堂，一个大家庭。小孩总有70-80个，啊，这么多小朋友在一起欢喜啊！家学就是私塾，所以教学为先。中国古代把这个教育，啊，教育是由家庭负责任，政府是考试，啊，现考。秀才，即学位的名称，秀才。省考举人，殿试，啊，就是中央政府考，皇帝做主考官，叫进士，这最高的学位。啊，考取之后，国家有学校，啊，有太学，啊，就像现在党校一样。培养各级干部的，你就考取之后进入这个学校，这个学校毕业之后，国家分发你，啊，从县市长，啊，到中央的官员都有，就是各级干部为国家服务，啊，拿国家的俸禄，去学校啊。叫什么？叫伦理，叫道德，叫因果，叫圣贤教育。圣贤是智慧，啊，智慧经验是从圣贤教育，啊，就是中国第一大丛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分四大类，经史子集，经圣贤教育，史是经验，啊，历史上的宝贵的经验提供你做参考，啊，子书是专家学者他们留下来的著作，啊，集那是文章诗词歌赋，属于这类。啊，那么现在这些东西都存在啊。
但是没有人去读了。为什么？学校不教文言文，大家不学文言文，这问题严重。怎么办？我们不能不感谢老祖宗，不能不尊重老祖宗。老祖宗看到我们不肯干，哎，他去找外国人来干，这真难得。现在欧洲许许多多国家在学习汉字，学习文言文。瑞典的汉学家在中国住了多少年，精通中国的文字学。他回去的时候告诉我们，汉字不能改，文言不能废，经书必须读。他回到欧洲就干这个。他在欧洲叫什么？叫中国文字学，叫说文解字，叫声韵。教文言文，他真干了。换句话说，中国这边灭了，没有了，外国那边起来了，一样的。这是老祖宗的安排。我们感恩呢，老祖宗有智慧。如果中国文明要是消失了，那是整个人类的黑暗，黑暗时期。所以欧洲现在是中国文日，学中国语文。这是我们讲到代众生苦，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要拯救文化，文化比什么都重要。只要文化在，过往的都没关系。元朝蒙古人统一中国，清朝满清人统一中国，都是外族。这次最后呢，最后都被我们同化了，都变成中国人了。所以只要文化在，这个国家会兴旺；文化不在，这个国家会灭亡，会灭得很惨。不能不知道。下面，勤修善根供养。善根能生一切善法，不贪不嗔不痴，叫三善根。一切善法是从这生的，一切恶法是从贪嗔痴生的。所以贪嗔痴是三个恶，三恶的根。不是三，反过来就是三善。那么这些东西，伦理道德，这一次这几天，应元成老师在此地讲中庸，善根呐，中庸是儒家的善根。根之根呢？大学是善根呢。大学讲方法，中庸讲理论。这个道理应用在生活上，应用在工作上，应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就是大学。中庸之道。这个文化
不仅完全是中国人，全世界的人都有份。你看中国老祖宗古书里头开口闭口讲天下，没有讲国家，那个心胸多广阔啊！所以中国文化是全人类的文化，真的，只要是生在地球上的人就应该学习啊！二十一世纪很多人说中国人的世纪啊，确实有一些外国人害怕，为什么？过去欺负中国200年了，今天中国起来了，怕中国人报仇，这真的不是假的。中国人会不会报仇？不会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大量流通群书之药啊，为什么？化解这个疑惑，这个顾虑啊，让全世界真正能够变成一家人啊，宗教真正能够团结在一起，不分彼此啊，就是不同的宗派，宗教的目标、宗教的目标完全相同。外国人叫天堂啊，佛教极乐世界，原来极乐世界就是天堂，天堂就是极乐世界。你真上天堂了，我到极乐世界了，到那里一见面，哎呀，你来了，你怎么来的啊？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地方两个名称呢。啊，我们叫阿弥陀佛，他们叫上帝，原来上帝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上帝，一个人两个名字。这是现在西方人很欢喜，他有这个思想，我一说他们都赞成，那都不反对啊，所以宗教可以团结。我们在新加坡做了十几年，很成功，现在澳洲也做成功了啊！这一次我欧洲人谈这些问题，我相信他们很短的时间宗教会团结起来啊，大有助于化解冲突，带给世界安定和谐。好事通通要靠教育，通通要靠中国传统文化啊，所以我们想着要把群书之要翻译成世界上各个不同国家的文字啊。现在已经翻成的有8个国家啊，有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罗斯语啊、日语、韩语啊，南方有印尼啊，印尼是属于马来民族，所以有马来文字的翻译啊，这边还有韩国的翻译啊，所以越来越多了，大家都看，大家都依这本书来学习，所以中国人统一全世界是文化统一啊，不是政治，不是军事，也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科学技术，是文化，说穿了就是群书之要来统一全世界啊，大家都欢喜，大家都读这本书啊，思考问题都以它做标准就对了，问题就化解了，就善根了。
啊，群书之要是现代社会的善根标准。啊，下面布施菩萨业供养。什么叫菩萨业？业是四业。菩萨，什么叫菩萨？张载说得很好，张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菩萨啊！这个人真正发心，牺牲奉献，为整个人类谋幸福，为国家民族的发扬光大，不为自己，这是菩萨啊！为自己是凡夫，是众生。凡夫只知道是自己，菩萨不是。菩萨认识整个宇宙是一体啊，一切众生是一体。所以阿弥陀佛在哪里？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文殊普贤在哪里？人人都是文殊普贤，只要他发心舍己为人，就是菩萨。菩萨的事业就是教化众生啊，佛的事业也是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是教育，那我们就知道了，佛菩萨的事业是教育啊，佛陀教育叫菩萨事业啊，其他的宗教教育行好得很，这两个字宗教啊，宗你看看它什么意思，学过说文解字就懂得教是什么意思啊，一般字典上大家能看得到的总有三个意思，主要的、重要的、遵从的，这叫宗啊。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这两个字连起来什么叫宗教？宗教就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遵从的教化啊，尊是尊重，从是崇高，至高无上啊。宗教教育能够带给人类幸福，就方老师教给我的人生最高的享受。人生最高享受不是地位，不是财富啊！释迦牟尼佛是王子出身，他舍弃王位不要了啊，出家做个苦行僧，那是什么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他办学，他是为我们实现30岁开悟，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落叶园教无比丘啊，讲经这个系列叫阿含啊，阿含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下学，佛伴下学啊，多少年？12年。现在我们的小学16年，佛陀的小学12年
啊，十二年结束之后继续办中学，中学叫方等，方等是八年，我们现在中学也是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六年，佛的中学八年，啊，佛的大学呢，讲般若智慧，完全讲智慧，时间是22年，菩萨了，啊，大学是菩萨，中学、小学，中学里头有菩萨，有阿罗汉，小学里面是阿罗汉。啊，小学毕业叫阿罗汉，啊，中学毕业里头有阿罗汉，有辟支佛，有菩萨，啊，最后八年讲法华，法华是研究所，把这大学里面的学生通通提升到最高的学位，博士学位，菩萨。菩萨就等于博士学位，你要把它搞清楚了，把它说成迷信，这多冤枉啊！话不能随便乱说，不搞清楚说了都有罪，犯罪自己还不知道啊！我在26岁以前就是完全不知道啊，啊，人云亦云，把宗教看作迷信，排斥宗教，反对宗教，啊，以后搞明白之后才五体投地，佛教搞明白了，其他宗教也搞明白了，通通是佛菩萨大慈大悲。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人老死不相往来，怎么样教人？菩萨教学，那就要化身到各种不同地区、不同的族群，应付不同的程度，啊，所以才有这么多宗教出现。那结果呢？原来宗教是一个，那现在可以合起来了，啊，现在交通方便，资讯发达，啊，过去从香港到英国坐船坐2个月，啊，现在飞机12个小时，所以应该再团结成一致了，别不必再分了。啊，就现在西方人非常热衷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热衷宗教团结。啊，我们在新加坡做的。快20年，18年，啊，在澳洲我们经营的时候有13年，啊，都做成功了，非常难得。啊，今年我们还有意思，邀请联合国的大使到图文巴去参观，啊，希望把这桩事情在国际上宣传，啊，你看这个城市14万人，小城14万人，80多个种族，100多种语言，10几个宗教，大家生活在一起像兄弟姐妹一样，啊，确实展现出大同世界，啊，这个榜样会很有作用，啊，先让各国大使来参观，介绍给他们，让他们的时候有兴趣来看看，到图文巴来参观来学习我们是怎么团结的，
啊，是怎么样变成一家人？啊，放弃自私自利，起心动念都为整个居民、城市居民着想。啊，我们希望把这一个城市扩大到一个省，扩大到一个国家，扩大到全世界。啊，非常认真努力，这落实群书之要，落实中国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落实宗教里面的戒条。啊，跟经典圣人的教训，我们通通要学，学自己的宗教，也学别人宗教，通通学。啊，宗教的典籍很多，我们编一个三六零，就是把宗教里头重要的经义，啊，写360小段，我们就学着。将来这360印成一本宗教圣经啊，我们学就学这本就够了，里面什么宗教都有啊。这是菩萨业啊。下面不离菩提心供养，菩提心是根，菩萨业、事业是枝叶，是花果。啊，所以菩萨业从哪来？从菩提心来。菩提心是真心，希望大家都用真心，不要用妄心。菩提心每个人都有。啊，什么是真心呢？不自欺是真心。啊，我不欺骗我自己。同样，我也不欺骗任何一个人。这就是菩提心。在大学里头，诚意正心就是菩提心啊，真诚非常重要，做人要真诚啊，对自己、自己的生活，生活在真诚心中，生活在真诚的事业当中。这个人叫行菩萨道啊，菩萨的结果是成佛。尤其我们修学净宗，净宗的目标是极乐世界，是清净阿弥陀佛，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必定得生净土。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肯定成就啊！啊，这一生为谁？为地球上苦难众生，不为自己，自己什么都放下了啊，善恶两边都放下了，一尘不染啊，众生因为没放下。所以感到很苦，我们做出放下的样子给他看，让他来模仿，让他来学习。啊，他要能放下，很快就切入。啊，我们不做一个榜样，人家怎么学法？啊，新加坡我在那做，一年做成，为什么？中国人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还在，
所以一年可以做得成功。那我在澳洲，在澳洲我到图文堡，图文堡这个小城完全是基督教，是澳洲基督教的大本营，没有其他宗教。我到那里去就看中这个地方，很多人都问我，你怎么敢到那里去？你到那里去，你将来怎么活？我说我们的生活不依靠当地信徒啊，这就敢去了啊。我们生活来源从哪里来？从全世界各地方来啊，他们寄一点钱给我，我们外头人多啊，每个人寄一点点我们就够用了啊。这是这些年来我们在国际上云游我讲经教学，跟许许多多同学结了善缘啊。那么今天14个年头过去了，图文堡成绩表现出来了。最近这个3年，我们的市长都到联合国做报告啊，带着10几个宗教的领袖组成一个团参加联合国的活动啊，像与会的这些大使代表们说明我们在图文堡做了些什么啊，今年陈述了，邀请他们亲自去看看去考察啊，希望能带动团结全世界的宗教。这是菩萨事业，要用菩提心去做啊。经上又说，如是修行是真供养啊，幸运之名求生净土是最真实的供养啊。菩萨以文明故，乃能于上述种种供养中精勤修持，而无懈怠与厌倦之心。这个很重要，这经文的最后一句，勤修无懈怠，无懈倦啊。为什么？菩提心就喜欢帮助苦难众生，帮助他们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就成佛啊。其实佛教讲的透彻，讲的深，讲的远，其他宗教都讲到啊，没有讲到成佛的境界，有不多不明显，我们看得出来啊。讲声闻缘觉的菩萨比较少啊，我们现在要帮助他，帮助他提升，从声闻缘觉提升到菩萨，再从菩萨提升到圆满的佛陀。那么呢，能，只要他能相信净土法门，个个都能在一生当中成就无上道啊。
啊，如果不是从这个法门，那真的有困难，那不是假的。啊，这个法门无比殊胜，所以这个经呢要细讲。我这次讲的比较详细，我也不知道用了多少时间。啊，前面三次我是有限制的，一年讲完，时间是1200个小时。啊，这一次大概讲了超过一倍了，说的细。啊，而且着重在行门。我们学了之后，如何变成我们的生活行为？怎样把这个经教会？在家庭落实，在工作里头落实，啊，佛化家庭，真正是幸福美满。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社会，啊，落实在工作，无论你从事哪个行业，你的工作会很顺利，有前途，有发展。啊，赚钱记住要会赚，钱从哪里来的？钱从布施来的。聪明智慧从法布施来的，健康长寿是从无为布施来的。啊，佛教给我们，人都喜欢有财富、有聪明智慧、有健康长寿，都要啊。但是他颠倒了，他所干的是这三种损失。他就错路了，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你为什么不修这三个因？修这三个因，很快就得这三个果。啊，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这也是张家大师早年教给我的。啊，我们刚刚接触的大概是第三次、第四次。啊，老人看出我命里头很苦，没有财富。啊，有一点聪明智慧，没有寿命。啊，短命。寿命只有45岁，他说的一点都不错。啊，教我修这三种，延年益寿啊！真的不是假的，我一教奉行。啊，我一个人在台湾，没有负担。啊，所以活得很自在。啊，有多少钱，统统把它布施掉。啊，一两年之后呢，收入就会多一点，多就多施。啊，生活尽量节俭。我记得我在修行过程当中，啊，那个时候没有出家之前。我一个月的生活费用不超过150块钱，台湾钱。啊，最节省的一个月份，我只用了8块钱。
越施越多吗？布施了65年了。我特别喜欢帮助别的宗教。我们带头，他们有困难，我们帮助他，主动去帮助他，不必等他来找我。表示诚意。所以宗教团体里面，我们处得非常好，真像兄弟姐妹一样。能够把财看破，能够把财通用，我们大家分享。我不分享他的，我让大家分享我的。大家对我们相信，我们对他没有目的，没有企图，诚心诚意帮助他们。希望宗教互相学习，希望化解矛盾，化解冲突，带给社会安定和谐，让所有的信徒知道我们是一家人，学哪个宗教都好，绝对不要说这个不好那个好，都好，决定不许可背弃那个宗教，学这个宗教，决定不可以的。跟他讲，他信上帝，上帝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上帝。你在那向上帝，跟我们见信阿弥陀佛是一个人，两个不同的名字，何必计较？他心就定了。心只要有安定，问题解决。宗教与宗教之间矛盾化解了，冲突化解了，真能做到互相帮助，互助合作，你会做到越做越欢喜，越做越快乐，我还有个愿望，在能力许可之下，我希望的时候，这个小城要建一个大讲堂，宗教教学大讲堂，每个宗教都在这个地方上课，像大学一样，你想学什么东西都有人教你。每个宗教都有，每个宗教设一个办公室，讲堂课室教室公用的，你今天要讲什么东西通知我们，有多少人参加，给你多大的讲堂，到这里来告诉你，你到第几号讲堂去，这样好啊，天天见面就真变成一家人了，人就怕不见面，不见面互相猜疑，越猜越火，造成误会，由误会产生灾难。要怎样化解？密切往来，什么都化解，问题全解决了。所以人跟人接触太重要了。不可以不往来，不可以不接触。常常往来，常常接触。常常在一起交谈，都变成好朋友。所有疑难的东西都在谈话当中、聊天当中解决。
啊，这个很重要。我听说图文巴十几个宗教团结了，我非常欢喜啊！我买了一块地，面积大概有100多个英亩，耕地买来干什么呢？庆祝宗教团结，送给宗教。这块地是所有宗教共有的，大家有的啊，将来给农夫去种。收成怎么分发呢？你宗教里头有多少信徒，我们按照做成百分比，基督教最多，大概70%，那收成70%给你们啊。佛教很少，但是还有比我们更少的啊。佛教大概是人不多啊，我相信大概只占3-5%吧啊，就算5%吧，那么这些粮食种在上，我们分5%，按照这个很公平。每个宗教都欢喜啊！啊，这个土地，每个宗教派个代表，组成一个管理委员会，大家管理。啊，我送给他们的，再有能力，我建一座大讲堂送给他们，让他们的活动都在一起。啊，他们自己小道场是他们的家，办活动通通到这个大会堂来办。好啊，宗教里的这些拉杂问题全部解决了。啊，所以后面这一句勤修无懈倦，以上皆因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归结到佛号。证明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因为一句佛号念久了会帮助你开悟啊。这些点子从哪里来的？都是念佛来的，佛力加持的啊，必须要知道。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